最近比较贵一点。他做的另一间是有没有看过？没有。我就放掉他。对。就只有一楼，我不觉得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楼上也是。好 ，OK， 好。楼上也可以，都可以看。好。那之后可以跟你们拿个平面图。可以啊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嗯，上面都可以看，然后那个阳台那些的。好。然后你们是超过，哎，最早几点？对，然后十点收下时间。对。OK。哎，还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我之后因为有几个团队成员啊，然后入训量是这个礼拜，在，就是这个礼拜是。这个礼拜。18到20，就是这个痛，对，就是这个痛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失控！哦天哪！直接失控！
就这房子，好爽啊！楼上也是吗？还是不是？楼上是一个铁门，难出外面。然后抽烟的好地方是不是？他们有抽烟的地方。就是阳台不知道在哪。结束。